他还有一个姐姐，两个是在于十年前的哦，101年的时候，一百多年的时阵，咱的认养他跟他的姐姐，所以我们每一个月啊，每一个都到他家去，然后我们妇幼关怀协会的补助金，我们这些的监视跟李俊丽都有到过他家。那他的妈妈，他是属于印尼过来的，然后先生就因为身体不好也往生了，所以他的家境只有靠着他妈妈来落秀吼，伊共这一寡物件的手工吼，共教过人的医师，要教他照顾的那个小孩子啊，保姆啊，临时照顾小孩来赚几钱，来养活两个小孩子啊。那这个案件是经过我们的里长的推荐，然后之后我们就认养了这两个小孩。那这两个小孩事实上，他的点点滴滴啊，真的，我要感谢我们妇幼关怀协会的监视，共同啊哈，每一个月拢去当来探视，然后拿出我们每一个月，是7000嘛哦，7000块，我们每一个月7000块来补助他的家庭，让他照顾他的这位那个姐弟了哈，然后我们这个姐姐念哪里毕业？姐姐就念屏东大学毕业，她进阶很好，就考上了高雄技术大学，她爸爸是高雄的那个技术，然后阿布啊的模特，伊讲伊上了解，为了要去跟阿布啊沟通嘛，我家里干事，那你总记得跟阿布啊讲，露秀。我给你那工业哦，他啊，哎，给他看见那个高雄的技术大学，然后在这个时候啊，也帮他协助了找校长。哎呦，咱那个李监事哎，拜托哎，你看啊，你暑假一了咳嗽，你得给他换脸，记得给他换脸嘞。啊，小妹一直看我啊，水跟你要都不行吗？然后啊，咱陆秀去年啊，因为了要照顾伊的囡仔吼，咱妇幼协会真的到了在他们家将近走了10年10冬啊，李艳空，所以我们每一个月就去访视他、看他，然后鼓励他要用功的读书，以后在高雄这个科技大学出来之后啊，一定再好好的走你未来要走的路。所以呢，他也今年高雄科技大学要毕业了，大概6月份就要毕业典礼了嘛，所以在这个当中，他有想要再念研究所。你的公公阿姨阿姨，你看到台湾哦，让我帮忙哈，那个当兵的时候可以提早，缓兵啊，你公公也科这一次的研究所了哈，他要说念的我哪路好讲嘞，我的妈妈好像不太念你啊。所以呢，真的小孩子都有会随时跟我聊，然后跟尹龙啊，尹龙是就近照顾的哈。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妇幼关怀协会虽然我们只有认养到高中毕业，可是他念大学这个当中，如果遇到需要帮助的时候啊，都是我们特地的在找他。然后我为了要让静姐在高雄科技大学可以进去之后有攻读的机会，还有可以减免学长会的机会，我还透过关系找了一个校长，高雄科技大学的校长跟他的太太来我们家，来我到我就来请教他，这边啊，请他教过我们静姐，好，让他学校奖学金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攻读，爸爸有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让他未来在社会上跟这个每个人可以接轨，要有自卑的心态来面对这个社会这个就是事后我们都一直在做的这个工作。在这边呢我们也来给静姐拍个手好不好？跟他妈妈。那我们就让静姐讲一下你内心的话，要跟妈妈讲什么，然后要跟各位姐妹讲什么，可以吗？好。其实这个从
是要感谢节日，不只要感谢各位伟大的妈妈，我也想感谢育幼协会的各位妈妈。也不是因为，如果不是育幼协会的各位的话，我和妈妈不太可能走到现在。因为当初选择进职体系，就是为了要能够学一技之长，那未来的话直接投入职场，让妈妈比较好过一点。因为在育幼协会的各位，让我选择了持续升学这条路。所以除了文凭之外，也避免了阶级复制的荣誉，所以非常的感谢。那其实我是常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那正因如此才显得它的美丽，因为总会有许多像玉佳一样善心人士，在社会的角落点亮一盏灯盏，让世界充满明亮和温情。所以我也期许自己能够像在座各位学长一样，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那最后，我先再次感谢各位学长的各位。谢谢谢谢，没有问题。关于这个敬礼哦，我记得十年前到妈家的时候，她也是很害羞，然后就在旁边都不敢讲话。然后我知道人家都会拥抱她一下，然后我会跟她讲说，你一定要坚强，站起来，好，然后呢，照顾你的妈妈还有姐姐，啊，未来你也是要承担很多责任的人。所以季姐慢慢的也显现出她相当的有自信，啊，这个就是我比雇佣关怀协会，这个会是我创会，23年前创会，啊，到现在我又回窝来当理事长了，觉得真的是我内心感觉很温馨呐。他为什么常讲过做善事会常常得到很多福报？福报什么你知道吗？给我们最大的福报就是给我们生三个孙子。反正在这享乐哎，哦，就是说这个提供费啊，你买了哈，他因为这样让我得到了三个很可爱、很可爱的三个最孙啊，我觉得这就够了啦哈。人生当中要追求什么？不是金钱名利啦，就是家庭和乐啊，子孙满堂，这才是真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哈，我们来给这四位哈，再给他一个这个奖牌，还有奖助金，还有我们的那个物资，然后我们再请那个谁，请那个丽珠，他也兼加码哦，兼给了你们这样哈，好不好？来，我们就一起兼，然后一起拿给他，好不好？一起就好了哈，来，一起，好，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总礼品跟你好，来，然后。来，好，非常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小朋友哦，他们哦接受我们育幼协会的关怀之后哦，我们希望他们从今天之后，他们也有能力，也有那种心念，可以去关怀其他的人。那我们是可以这样延续我们育幼关怀协会。我们的初心，让我们的好来，你往前站好不好？来，往前站，来，往前站来。然后我们的毕珠老师，来，好，来，我们再比如好，那我们往前，我们先一起合影一下，哎，合影好不好？好，来，然后理事长，站，好。来，谢谢，谢谢有你们。我们曾经资助过的人，我们希望说，在我们资助你们之后，你们的生活，你们的所有的一切可以变得更好，然后我们的温暖也可以再延续有我们的小朋友，他现在长大了，那么希望也让本着他的初心哦，来帮助更多可以让我们关心的来。